是猫咪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人帅大挑战。我们将要来看小童们提供给我的一大堆正妹跟帅哥的影片，然后我们要来人帅大挑战。那我们看影片的过程中，不能笑，不能腐女笑，不能尖叫，不能有一些看起来是心动的反应。如果有，我们就要来惩罚。惩罚的方式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要来吃酸糖。第一阶的处罚非常的简单啦，毕竟有时候心动是难免的嘛，所以我们第一次就喷一下这个，这个是比较可以让人忍受的那种。然后第二次犯错就吃这个，这个就是之前影片有拍过的。再来下一个就是吃这个了，下一阶就是吃这个了，再更下一阶，哎，红色的都拿过来了，再更下一阶就要吃世界上最酸的糖啦，就是这个会吃到让人变僵尸的那个。有看我之前影片，应该对这些糖都不陌生。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那我们现在先从粉丝的投稿开始啊，我要忍一下。好，来。OK， 这一个虽然是卷毛，非常的，可是我忍下来了，好不好？各位，刚刚是不是从头到尾都非常的淡定啊？这个应该是 pass 了吧，过关了吧 ？OK， 第二个。OK， 这个我还是挺得过去的，好不好？虽然我也有，不过我不敢有任何反应啊，我更不想吃酸糖啊，好不好？比起心动，我更怕的是酸糖给我的痛啊。谢谢这位粉丝给的连结啊，这个是真的傻眼到想笑啊，好不好？来吧，再来是 IG 的系列。很多帅哥，真的很多帅哥，不过我还是忍住了，不能乱心动了，你知道吗？不然我等一下就要被 ES 给杀掉，好不好？下一个。很帅很帅，但是这种瘦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啊，这个我还是能抵抗的，好不好？ OK 的，没有问题。不是啦，这谁给的连结啊？太贼了吧！好啦好啦，这个要惩罚，这个我心领了，好不好？啊，第一关第一关，喷三次。你看我脸直接爆红哎、欸。OK， next， 完了，健身哥。没有变表情吧？我不敢笑啊，你知道吗？笑了，等一下就要酸糖处罚了。这个不用处罚吧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心动吧？应该吧？帅，真的帅，而且他是卷毛。不过我忍住，我抵抗得了。Next。可以的，这种看起来很乖啊，乖乖就我比较忍得住啊。这是一部电影的吗？蛮有男人味的啦，我还是忍得住，好不好？我超强啊，完了。可以，可以 ，hold 住了。
hold 住了。还好他只有两张照片啊，如果他开始动了，我应该就不行了。同国家帅哥不心动挑战。好，我知不行啊，这个作弊了吧？这个影片里面太多帅哥了吧？这个作弊的吧？第二次心动就不乖了啦，吃一个又是嘴破系列，来吧。马上就甜嘞、欸，这应该排在前面的。这是酸糖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已经过了我们第二个惩罚了。等下就是开始越来越可怕了，心动是违法的。Next， 不是啦，等一下。不是，我发现我看过这部影片啊，不是我有暗赞啊，完蛋啦、啊，这个已经不是惩罚能解决的事情。好，这个我就认命了，认命了，认命了。第三个惩罚。这就是告诉你，心动是有代价的。Next。不是啊，你知道我这一步我忍住，不过我看到留言我真的忍不住，我真的很想笑。你们可以看一下留言，这是怎样啊？这到底是怎样？这个真的是让我很想笑哎、欸！等一下，你看这个连结，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？我已经按过赞啦、啊，这怎么是我看过的影片啊？你知道按赞就有罪了，你知道吗？好妹，我吃啦！白痴，我们已经到了第四个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好辣，不是很辣，没错。我有罪，我有罪。一二三，花筒！不！到底是谁传西装给我的？都是他的错！我们可以休息一下再惩罚吧。我们先把所有影片看完，反正我应该就是全部都要吃了，好吧？我已经认命了，来吧。好烦哦、喔！等一下暂停一下，暂停，你们看聊天室，聊天室完全是我的心情啊。OK， 再来这一部是我的朋友小胖给我推荐的、啊。Yes， 你听到没有？你兄弟推荐帅哥给我看啊！嗯。她长得好漂亮。好啦，说好的惩罚不会忘啊，我们就直接把其他两款都吃掉。那欢迎再继续提供我帅哥影片，在这部影片下面，我们可以继续拍第二集。好痛。你知道这个糖脸那个酸糖老板他自己吃都会嘴破、欸，他跟我讲，你就知道这糖有多恐怖。心动等于心痛啊！好可怕！
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